除了棉花之外呢，仲派發呢個毛巾嘅。派返毛巾嘅功用呢，就係話萬一佢如果呢係發開催淚彈嘅話呢，個毛巾濕咗水可以保護到自己㗎嘛。似乎三堂方面呢已經做足晒準備功夫啦，基本上就係話你嚟就嚟啦，可以準備好曬㗎啦。